哎，这些小眼睛盯着我，每天压力好大呀。你说谁还不是个宝宝啊？但是一想到我的虾虎又能吃饭了，我就很开心。今天之所以这么开心，是因为前两天不是又手欠吗？丰年虾卵出问题了，我也给喂了。可能这些虾虎不想再看到我伤心了。嗯，没什么事儿。而且我的大洋洲今天也出来了，那这必须得喂一下。我看看哪个小朋友比较听话呀？来，张嘴。哎，对了，快点吃。都说你长得瘦。这条子真是缸里的元老了，一直在努力发色，但是看到翡翠我才知道天赋真的很重要。看看给面子吧，这几个依次排列着都挺好。翡翠呢几天吧发色就很不错了。大洋洲呢蓝脸已经出来了，就差黑白花的体色了。你乱入了。该说不说，黑鳍之牙这小东西啊长得真的很别致。不知道这条会不会变颜色，让我最最最担心的就是浅红。哎，买了三条，一二还有最后一条在这儿。嗯，挺好，活着呢，对他们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啊。你吃你的。哎，现在一切都算正常，但是这也是蓝都刃消失的第一天，我没有看到。